据伊朗官方媒体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22号的消息，伊朗当天正式发布国产新型防空导弹系统巴瓦尔373。伊朗总统鲁哈尼出席发布活动，并宣布这一先进防空导弹系统正式加入伊朗军队服役。据伊通社报道，巴瓦尔373防空导弹系统最大射程达200公里，最大射高27公里，性能类似俄制 S-300 防空导弹系统。另据伊朗的半官方媒体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，巴瓦尔373防空导弹系统采用垂直发射模式，配备了相控阵火控雷达，最多可以侦测100个目标，跟踪其中60个目标，并引导导弹同时攻击其中6个目标。